不是啊，他，你看一堆人在那里，要不要？这一幕一定要好好拍下来，以后可以笑。你看，可可一定万万没想到。你看可可的表情，吓到。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记得这个地方吗？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从那次之后，你就一直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尽管过了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你，但你还是一样，始终如一，单纯又善良。这一次，我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再放手。啊！我开始了，我开始了，海哥，我加油！海哥，加油！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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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你干嘛？谁压车？对啊。对不起。可可，你是不是吓到了？说错话了呗？啊，不答应也是对的啦，这里一点都不浪漫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早说过场地不要找医院的嘛，布置的再浪漫，还是多少会有一点消毒水的臭味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。小陈，我知道有点唐突。我当时在跟简爸简妈说的时候，他们也觉得现在求婚太快了。不是快慢的问题，是我们不适合。不适合？马尔克，我们分手吧。可可，可可，我等会儿去。
你怎么突然要分手？我们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们真的好好的吗？你离职，你消失，你都没有跟我解释，你现在连提亲你都不跟我一起讨论。我离职跟我消失，那是我跟我爸之间的事情，我不想要连累你。我跟简爸和简妈提亲是想要给你惊喜啊。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，你觉得这样惊喜我能接受？这个不只是惊喜，我也是想要解决问题。我跟简爸跟简妈已经说好了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会把我所有现有的财产都转到你的名下。你要的不就是稳定的经济和安全感吗？我要的不是稳定的经济，我要的是我们一起。可是什么事情我都只有被告知，哎，你觉得这样我们能继续在一起吗？如果不能，我做这些干嘛？一直在乎你自己想要的，根本不是真的爱我。